大家好，我是曾丽，很开心能够成为风华 icon 杂志第十一周年的封面人物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挑战，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。那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拥有的品质就是勇敢，勇敢地面对所有一切的困难，面对一切的挑战。然后如果你能战胜它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强者。那就像我演的甄嬛跟芈月是一样的啊，就像很多人跟我讲说《甄嬛传》已经赢得那么高的收视率，那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啊？对我来讲，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演好，那如果他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那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。如果得不到 ，OK， 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还会继续前行啊，我还会继续战胜困难，然后让自己一步步可以做得更好。所以我通常做事情不太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告诉自己享受就好啊，享受在剧组每一天的自己对和角色的创作啊，和所有好演员互相的碰撞，我觉得这就很幸福了啊。在这里也祝风华杂志越办越好，能够成为更多时尚达人、时尚